咁喺我身邊咧就有本地嘅環保組織代表 Kelvin。你好，我係香港觀鳥會嘅助理項目主任 Kelvin。Hello，Kelvin 你好啊，今日咧要同你取下經，了解多一啲咧關於香港觀鳥咧呢一樣嘢嘅。咁我想問咧，當初點解咧會成立呢一個組織嘅咧？我哋嘅組織咧初頭咧係由一班熱心嘅觀鳥人士去組成嘅。咁隨住我哋嘅發展啦，咁我哋近年咧其實就唔單止咧係淨係做觀鳥嘅啫，亦都有做一啲關於新境管理啊、環境監測啊、自然教育同埋一啲政策倡議活動嘅。希望達到呢個人鳥和諧、自然長存呢個宗旨咧，就希望咧能夠推廣鳥類保育咧同埋佢哋嘅新境嘅保育嘅。真係好好啊，因為咧成個空間同埋環境咧，其實我哋係同成個大自然啦嘅其他生物咧一齊咧喺度住喺呢一個環境嘅，咁但係咧，你哋組織咧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可以達到呢一個目的咧？我哋組織咧其實有做到唔同嘅保育工作嘅，譬如以我為例啦，我係做一個項目嘅新境管理嘅項目嘅，主要就係關於一個新界西北嘅魚塘咧，就係一啲淡水魚塘嚟嘅。咁其實佢就係一個重要嘅雀鳥會棲息嘅濕地啦。咁我哋工作咧就係負責去做一啲嘅管理啦，同埋去同當地嘅一啲居民啊去合作嘅，咁去推廣呢個濕地保育，繼而咧令到雀仔能夠持續咁喺香港度生活嘅。咁我又想問多啲啦，到底保育雀鳥喺香港咧嘅重要性喺邊度咧？在香港來說呢，其實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生物來的。因為香港有別於其他地區或者國家，我們沒有一些大型的哺乳類動物來的。雀鳥數目的多寡和它們的族群的數量呢，其實能夠反映到呢我們的環境呢適不適合一些動物去生活和棲息的。咁講到咧，雀鳥係香港嘅指標生物啦。咁其實香港而家嘅雀鳥嘅情況又係點樣嘅咧？香港咧雖然係一個彈丸之地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嘅鳥種咧已經去到超過570種噶啦。講緊咧係佔成個中國嘅超過1/3噶啦。而呢個數量當中咧，亦都不乏咗一啲瀕危啊或者一啲受威脅嘅物種嘅。其實香港呢個地方好細啦，但係雀鳥嚟講好重視香港呢個地方嘅。咁香港其實有一啲咩瀕危物種嘅雀鳥咧？其實香港咧瀕危物種有好多嘅，譬如有黑臉琵鷺啦、黃胸鵲啦等等唔同嘅雀鳥咧，都能夠喺香港揾到嘅。喺全球嚟講咧，其實佢哋面臨緊一啲嘅危機，譬如有新境地嘅喪失啦，或者啲環境污染咧，其實對於佢哋嘅生存咧係有好大威脅嘅。其實咧，而家香港嘅雀鳥啦，喺城市裏面生活啦，其實佢哋會唔會面對咗啲乜嘢嘅威脅咧？其實係有噶，譬如城市發展啦，以香港為例，其實我哋好多高樓大廈，高樓大廈咧，其實佢哋嘅外牆咧，通常都係玻璃嚟嘅，但係雀仔咧，會因為一啲折射問題咧，其實唔能夠順利分辨到咧，嗰啲玻璃咧係唔係能夠通過嘅。當佢哋可能遷徙緊嘅時候咧，佢哋高速飛向啲玻璃咧，佢哋會睇唔到呢個玻璃，然後咧就會撞咗上去啦。然後咧，雀仔就會可能因為咁而受傷啦，或者去失去佢哋生命嘅。咁我哋咧亦都有成立咗一個計劃啦，就希望咧市民能夠幫手回報呢啲事情嘅發生，即係咧發現有雀仔屍體喺玻璃附近嘅時候咧，就回報向我哋嘅組織啦，然後咧就做一個黑點嘅調查，能夠咧去幫佢哋去解決嘅問題，去貼翻一個防撞嘅貼紙咧，去幫助翻雀仔嘅。換言之啦，你哋嘅組織啦，其實咧都會同翻即係可能建築物佢哋嘅 owner 啦，去溝通啦，去做翻一啲保護雀鳥嘅措施嘅喎。係啊，我哋咧會幫佢哋咧揾出一啲黑點，然後咧去建議佢哋咧去貼翻一啲適當嘅貼紙啦，令到雀仔咧分辨到啊，嗰個係障礙物嚟嘅，我唔能夠通過嘅，咁啊，從而咧去減少到雀仔受傷嘅機會啦。咁當中會唔會都會遇到啲咩困難咧？其實都有嘅，因為始終有啲地方咧係私人物業嚟嘅，為咗外觀嘅影響咧，可能有啲地方咧就唔希望咁樣貼貼紙嘅，但係其實大部分嘅物業持有人咧，其實都願意係做一啲環境友善措施嘅，即係其實佢哋都願意去幫雀仔去貼翻呢個貼紙去保護翻佢哋嘅。梗係啦，即係香港啦，城市發展得咁急速咧，其實當我哋去建造我哋自己嘅家園啦，或者我哋嘅工作地方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會唔會咧都影響咗雀仔本身嘅家園咧？其實有㗎，因為咧始終香港咧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啦，要平衡經濟發展或者房屋發展同埋保育咧。其實有一定的困難的，因為始終香港咧有不少一部分咧，其實係雀鳥很重要的棲息地嚟嘅。但係咧，我哋都需要在中間揾翻平衡啦，喺發展的同時咧，都不忘要去為雀鳥咧去著想嘅。Kelvin， 我想知道少少咧，關於你哋組織咧喺城市啦方面咧，會唔會都做咗一啲可能教育性嘅工作啊，或者其他一啲保育嘅工作咧？我哋組織咧其實定期咧會喺市區嘅公園咧帶一啲導賞團嘅，咁就希望用一個輕鬆嘅方法咧，帶領市民咧喺市區公園入邊咧去睇雀仔嘅。咁會唔會都會做翻一啲研究啦，去研究翻可能城市裡面嘅一啲鳥類嘅物種咧？
啊，其實有的，每一年呢我哋夏天呢都會是家燕的繁殖季嚟嘅。家燕呢其實佢哋會嚟到建築物的簾篷底去生活嘅，咁然後去進行繁殖啦。咁我哋咧亦都有組織一啲義工團咧，咁去點算翻一啲家燕雀巢嘅個數目，去方便我哋研究到家燕喺香港嘅族群嘅。咁喺郊區方面咧，都會做啲乜嘢嘅保育工作呢？在郊區方面其實我們做著不同的保育工作，譬如好像剛才所提到我們有導賞團，我們也會帶市民去到香港不同的郊區去進行導賞，譬如南新圍、大埔滘等等不同的地區去進行觀鳥。另外也有一些不同的新景管理項目，我們會去到不同的新景，確保那裡的環境是正常適合雀仔去生活的。咁咧，我想問下，啱啱提到咧有呢個新景管理啦，其實係啲咩嚟嘅咧？新景管理嘅意思咧，其實就係我哋人類咧去替造翻一個環境咧，係適合雀仔居住嘅。以我自己部門為例咧，我係主要喺魚塘工作嘅。魚塘咧其實係香港冬候鳥咧好重要的棲息地嚟嘅，唔少嘅雀仔咧會嚟到香港嘅魚塘咧去覓食咧，然後咧去繼續佢哋遷徙嘅。其中例如有黑臉琵鵡啊等等咧，亦都係一啲瀕危物種，我哋都能夠喺當中發現嘅。做新景管理需要透過去實地工作去維護一個新景的完整性，避免它去荒廢啊，沒人使用的時候它會進行一個新景的演變，就不再適合原先會用的雀仔去到那裡生活的。當你們去做新景管理的時候，你們見過最嚴重的情況的變化是怎樣呢？做新景管理其實最怕的問題就是那片新景的完全喪失，說的就可能是一些非法的行為，例如傾倒泥頭啊等等的活動去摧毀了整個新景，變到這個新景其實很難去復原回去一個它原本應該有的狀態去給雀仔使用的。那如果遇到這些情況的話，那通常我們應該可以怎樣做？咁視乎佢行為啦，如果係違法嘅行為嘅話，咁當然就係話翻俾相關嘅部門知有呢個情況係出現啦。但係如果嗰、那個情況係冇咁嚴重嘅，提醒翻咧嗰個物業嘅持有者啊，其實最好就唔好咁樣做啦，因為咧其實呢個行動咧可能未必單止傷害到嗰片土地嘅，仲會傷害到其他嘅生物㗎。雀鳥咧其實對於佢哋居住嘅地方咧有一個好強嘅依賴性嘅，講緊咧佢哋往年可能嚟呢個地方，咁佢哋下年咧其實都可能翻返呢個地方。如果嗰片土地咧突然間改變咗，不見咗啦，咁其實佢哋可能會有啲唔習慣啦，或者未必揾到一個佢哋覺得係啱嘅地方去繼續生活嘅。咁啱啱都提到啦，有一啲新景咧係直情會係完全摧毀嘅，基本上係無法復原嘅。咁其實實際咧，香港係咪都有呢啲情況發生過呢？其實有噶，譬如黑臉琵鵡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以往咧，黑臉琵鵡咧其實係一種水鳥嚟嘅，即係其實佢係沿海生活嘅啦，佢好依賴一啲相對淺水嘅濕地去覓食咧棲息嘅。但係過往咧，可能因為一啲發展嘅原因咧，可能就填平咗啲土地，唔單止係香港嘅，可能係全球嘅一啲土地發展嘅改變咧，咁導致咧雀仔其實冇咗佢哋屋企，唔能夠去到繼續繁殖啊、遷徙嘅。其實唔止黑臉琵鵡㗎，其他嘅一啲田鳥啦，或者水鳥啦，其實都因為城市化嘅問題咧，失去咗佢哋原生嘅棲息地，令到佢哋數量咧其實係大幅下跌嘅。咁我哋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仲可以做到啲咩去補救㗎？其實係唔容易嘅，因為咧可以想像嗰片土地喪失咗咧，要恢復咧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咁我哋可以做嘅嘢咧，其實就係保育現有嘅土地啦，希望咧呢個情況唔好惡化，留翻一啲咧合適嘅地方咧去俾雀仔生活嘅。原來個影響係去到大到咧，可能係災難性嘅影響，係基本上係完全喪失咗呢一啲嘅土地，甚至乎咧有機會會令到一啲瀕危嘅物種咧。真係冇辦法可以追翻本身嘅數量嘅。其實我知道咧，市民咧都會好想咧透過一啲觀鳥嘅活動啦，去認識更多種類嘅雀仔嘅喎。其實係啊，其實有唔少市民咧都透過我哋組織啦，去參與一啲嘅導賞團啦，去嘗試去認識更加多唔同香港嘅野生雀鳥嘅。咁就好啦，因為咧當大家咧認識到更加多嘅物種之後咧，當你中意咗佢哋咧，你就更加會想去保育佢哋啦，或者做多啲嘢去保護佢哋啦。長遠嚟講咧，其實我哋市民咧有啲乜嘢咧可以參與得到咧？廣大市民嚟講咧，其實我哋組織咧亦都推出咗唔同活動去俾市民參與，譬如一啲公民科學活動咧，好似麻雀普查咁樣咧，就係講緊市民能夠參與去體驗下雀鳥保育，喺一個特定日子咧一齊去幫雀鳥，好似做人口普查咁，數下佢哋嘅數目，咁啊繼而得出一個科學性嘅數據咧，去幫助我哋了解咧一啲城市之間嘅雀鳥佢哋生存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嘅。咁 Kelvin 你又點樣睇咧？香港而家市民咧對可能保育雀仔啦，或者同佢哋共存之間嘅一啲認識咧？
係去到有幾深咧？你覺得？其實我覺得香港市民對於雀仔嘅認識咧，其實都唔少嘅。好多市民咧都能夠講得出一啲雀仔嘅名啊，能夠分辨到品種，亦都咧對佢哋有一定嘅關愛。即係譬如見到雀仔受傷，佢哋都想採取一啲行動去做嘅。我之前咧即係就會上網啦，見到有一啲情況咧，就可能啊突然間見到朋友屋企啊，即係可能有雀仔喺附近捉咗巢啊咁樣啦。咁其實通常咧遇到呢啲情況咧，要點樣處理㗎？當大家生活的環境入邊有雀巢出現，其實大家都未必需要去過分理會佢嘅，因為始終咧呢個亦都係雀仔平常一個生活嘅習慣啊，同我哋一起生活咁樣嘅啫。但係如果遇到啲受傷嘅雀仔咧，其實大家都未必一定需要做行動嘅，可以留意一下佢附近可能佢嘅爸爸媽媽已經喺附近嘅，咁其實就交翻俾佢哋處理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噶啦。作為普通嘅廣大市民啦，我哋會唔會都會有一啲生活嘅習慣咧，會影響咗原生嘅雀鳥嘅生活咧？我哋都唔難發現咧，香港會有啲投餵嘅狀況，即係講緊咧市民可能出於一啲好心啦，就可能會餵食一啲唔係雀鳥本來會食嘅食物咧，去俾佢哋嘅。咁其實呢一個行為咧，其實會帶嚟啲問題嘅。首先就講緊嗰啲嘅食物咧，未必係適合雀仔食嘅。佢哋食完之後咧，可能會其實身體未必一定係好健康嘅。另外有個問題就係佢哋咧會引嚟咧雀仔好大量咁樣聚集，就繼而咧好容易去傳染一啲疾病咧，令到佢哋咧去死亡嘅。咁睇嚟，我哋真係要喺香港咧保育雀鳥呢一部分咧，要再做多啲，希望更加多人咧會認識得到，即係至少從細個開始。去先認識到啲雀鳥啦，知道保育雀鳥嘅重要性，然後咧慢慢擴展到去其他人，咁就令到我哋成個環境咧都可以做到人雀共存啦。Kelvin 啊，我想請教一下咧，乜嘢係候鳥遷徙啊？其實咧，講緊咧雀仔咧，每一年咧，佢哋都進行一次遷徙嘅。以香港為例啦，其實香港咧係東亞澳大利西亞遷徙區其中一個中途站嚟嘅。講緊咧雀仔喺冬天避林嘅時候咧，北邊嘅地方咧唔再適合佢哋生活啦，可能係因為食物嘅唔充足啦，或者咧係温度嘅改變咧，佢哋需要咧向南遷徙嘅。咁途中咧，佢哋會經過香港，咁香港咧就會為佢哋提供一啲食物啊，一啲休息嘅場所咧，俾佢哋去補給，然後咧再繼續佢哋遷徙嘅旅途嘅。明白。咁所以香港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補給站，去幫佢哋補充呢啲能量同埋食物嘅喎。咁但係而家咧，香港嘅新景咧，又係咪真係合適做呢個補給站咧？香港的新境其實是不停改變的，縱使是這樣，我們也都推出了一些好的計劃，希望能夠留住一些適當雀鳥生活的新境，去讓他們來到遷徙的時候有合適的地方去休息和補給的。現在香港的新境其實是受到什麼的威脅的多數？香港的新境其實最主要威脅是一個城市化，因為香港其實地方很小，我們需要發展一些鄉郊的地區去到做一些發展項目的，這些適合雀仔生活的新境其實是會流失了的，就變成雀鳥未必有一個充足的地方令到他們去到能夠去補給然後休息的。咁如果咧，即系当雀鸟啦，佢哋冇咗呢一啲补给同埋呢啲嘅休息站咧，对佢哋嘅影响到底会有几大咧？因为咧，其实迁徙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情嚟噶。遷徙咧，其實當中涉及到好多嘅能量嘅消耗啦。如果雀仔咧未能夠喺一個合適嘅地方咧，去到休息啊，去補給嘅話咧，其實佢哋可能係會有遷徙失敗嘅。講緊嘅後果咧，可能係死亡嘅。佢哋冇嘢食啦，最簡單就係可能會體力不支，跟住然後佢哋冇辦法咧，即係補給到佢哋嘅需要嘅食物同埋能量之後咧，去到呢一個香港嘅中途站咧，就直接死亡，會影響到呢一種雀鳥嘅種類同埋數量咯。其實是啊，因為隨著新境的流失，其實有些雀仔未必來到香港的時候已經是會有死亡的問題。如果他們不能夠在香港重新去吸收足夠的能量去繼續他們的旅途，他們也未必能夠支撐到完成到整個旅途。其實呢，現在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香港的雀鳥的數量呢？以香港為例，我們每月其實都會進行一個水鳥的調查的，意思就是我們會去到一些水鳥頻繁出沒的地方去數雀仔，講緊要分辨個鳥種和它們族群的數量的。除此以外，我們也有聯繫到附近地區，可能是中國大陸或者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講緊同一個遷徙區的地方有了一些聯繫的，就分析一個水鳥的數據，就希望得知水鳥在整條遷徙區裡面的數據、它們的生活習慣和遷徙路線的。
咁呢一樣嘢聽上去咧都好難噶，因為啲雀仔會飛嚟飛去噶嘛。咁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可以更加準確咁樣去跟蹤到佢哋咧，可以知道實質嘅數量咧？如果唔係，可能我數完啦，跟住佢又會再飛翻嚟啦，咁我就可能會有重複數嘅情況噶咯。其實是有的，譬如我們眼前面這個，我們這個是一個雀鳥追蹤定位的裝置的模型來的。如果這個裝置是真的應用在雀仔的身上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會將它綁繩，就好像一個小背囊一樣綁在雀仔的身後面，然後呢就能夠提供一些實時的資訊，就告訴我們啊，這隻雀仔什麼時候去了哪個地方，停留了多久等等不同的資料，就方便我們去做一些分析的。以香港為例，其實我們有幫一些鷺鳥去做這個追蹤的。其實我們的現時得出來的資料分析告訴我們，其實他們很依賴香港的一些魚塘作為他們棲息地和覓食地的。明白，那這些的儀器就可以幫到你們可以拿到一個更加準確的數據了。那我想問呢，市民又可以提供什麼數據給你們，有助你們的研究呢？其實每一年我們都有做一個黑臉琵鷺普查，我們會邀請市民和我們一起去掃黑臉琵鷺，而這個日子我們會在整個千飛區同時定同一天，那就能夠讓市民去一起掃黑臉琵鷺，得出這條千飛區其實我們還有多少黑臉琵鷺的數量。我想問，得出這些數字可以做到一些研究，那這些研究是否只在香港之間會流通使用呢？其實不是的，正如剛才所說，其實這些資料是會跟一些鄰近地區去做交流的，交流的時間我們能夠得出一個更加大更加整體的數據方便我們分析，然後我們都會因為這些數據去做一些報告和一些分享會，我會給普羅大眾知道我們其實這些雀鳥的生活的狀況是怎樣，他們遇到的威脅會有什麼呢。所以可以透過這些數據促進國際之間的保育的工作，即市民也可以透過這些分享會去得到這些數據和資訊。我想仔細一點知道，其實我們可以得到例如什麼資訊呢？以黑臉琵鷺為例，我們每一年都會做這個普查的，講緊譬如我們會有香港自己的數據，可能是我們每一年，以今年為例，香港我們有300隻的，聯合埋其他的國家，我們會得出其實全球有大概6000多隻的，我們就知道其實一個族群的大小的轉變，同埋佢哋的分布會唔會有所轉變嘅。當我們收到呢啲數據，其實我們都知道啊，哪一些地方其實可能是做得好咗，或者做得差咗。咁做得好咗嘅地方固然係好啦，做得差咗嘅地方其實就可能要制定一些新的保育計劃，或者需要其他地方一起幫手去，令到這個族群能夠上升翻嘅。而家可能香港有很多嘅市民啦，對於保育雀鳥啦，其實個觀念咧就已經開始慢慢建立咗啦，甚至乎知識咧都開始越嚟越多。咁我想問咧，你哋嘅組織咧係咪都會做很多不同嘅教育嘅工作啦，去等市民嘅認知咧再加深一啲咧？其實是的，我們組織其實推出了不同的教育活動去給不同的受眾的。以公眾為例，我們有做公眾的導賞團，帶市民去不同的地方觀鳥。除此以外，我們都有做一些學界活動，去入到學校，去到學校做演講，或者做一些的課程是適合同學運用他們本身在學校裡面的課程去嘗試體驗一下雀鳥保育的。除此以外，我們也都有做一些就住學齡兒童專定制的一些活動，就講緊希望透過用一個很輕鬆愉快玩遊戲的方法，幫助兒童更加認識雀鳥保育和生態保育的。我看到台面上邊都有不同的書籍，有很多不同的觀鳥圖鑑，我想問他們有什麼特別之處呢？因為我看到跟其他的書籍不同，它是有齊圖片，跟著有很多一些細細的分項看到的。其實雀鳥圖鑑對於辨認雀鳥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正如剛才所說，其實香港有500多種的雀鳥，其實要一時之間分辨它們未必是那麼容易的。初學觀鳥者其實可以透過圖鑑認識雀鳥的一些特徵，不論是它的外表或者是它們一些基本資訊，都能夠透過圖鑑去認識到，然後當它們實地考察看到雀仔的時候就能夠分辨回來。除此以外，其實我們有不同的雀鳥圖鑑，分別有一些是圖片版的，有一些就是繪本來的，方便在不同的時候使用，以及能夠更加準確地分辨哪一種雀仔是哪一種雀仔。如果快速要知道，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呢？除了圖鑑之外，其實網上面也有一些 App 或者網站能夠去分享一些鳥類的資料，令到市民能夠去看到不同雀鳥的資訊。看來現在都很容易可以獲得到雀鳥的資訊。其實我覺得人和雀仔的關係真的密不可分的，因為
當我哋咧同雀仔都係住緊喺同一個土地啦、同一個環境嘅時候，其實雀仔佢哋冇地方住咧，唔適合佢住嘅居住環境咧，其實日後都係一樣唔適合我哋人類居住嘅啫。雀鳥其實無論在香港來說，在城市還是在郊外，其實我們都不難發現它們，它們是我們一個很好的鄰居來的。如果沒有雀仔的話，其實對我們人類來說是失去了一個很好的夥伴的，因為始終雀鳥不單止為我們帶來一些觀賞價值，也都帶來一定的生態價值，不過它們的同時其實也是保育我們自己的。那我們都真的要好好地愛惜我們的好鄰居了。其實一路保持雀鳥堡的工作，除了是因為自身對雀鳥的愛，也是希望將這份雀仔的美去傳遞給不同的人。不論是現在的人還是我們的下一代，我都希望將這份美麗留給他們。而雀仔其實也有不同的價值，是值得我們保護和堅守的。希望雀鳥能夠得當適度的保護，對於我們人類的發展其實也有一定的好處的。我覺得環境保護的工作其實是不容易的，當中也都會面臨不同的難關，大家也都是的。希望大家仍然能夠堅守自己的工作，對於環境和生態作出一些貢獻，對於我們人類的社會也都有一個好處的。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